对中国朋友们，我想表达很多的尊重和感激。我住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好几个很特殊的礼物。我交了非常好的朋友，我认识了我爱人，我体验了中国的文化，学习了汉语，学习了中医。这些礼物改变了我的生活，这些礼物让我生活越来越丰富的。所以，我张开双臂，欢迎你们过来 Tall Space 看看我的诊所。